金门的金陵国小。金陵中小学于2013年推动成立宁古队。那么虽然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在校内外的比赛以及展演都获得非常高的评价，在国杯当中也获得了冠军的这优异成绩，并且在这个全国民俗体育竞赛当中也获得优异的好成优等的好成绩。本团由林静怡老师担任指导，今天所要带来的曲目是《醒狮连环组曲》，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邀这个欢迎最远来的队伍——金陵国小《醒狮连环组曲》。Thank you.
们谢谢来自最遥远的团队金明国小。周一赵同学接触太鼓已经有3年的时间，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非常的认真表现，在太鼓团是担任主奏的这个工作，在金门地区呢已经表演场次超过30多场以上，更荣获了校内鼓王的一个殊荣。希望有这次的机会跟许多爱好打击乐的朋友们切磋交流。今天周一赵同学所要带来的参赛的曲目是大破连环组曲。Thank you.
太古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。虽然个子小小，但是活力大大，在金门呢也有十多场的表演演出的经验。今天他所要带来的曲目是《醒狮组曲》，让我们欢迎邱于欢同学。Thank you.
小秋于欢，我们热烈掌声恭喜于欢。于欢继续加油，长到跟吴老师一样高的时候，每年都来参加，好不好？易照同学，恭喜！谢谢你。易照同学在哪里？我们来自最遥远的队伍，对不对？每次来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恭喜一照，恭喜！个人组最佳创意奖，金明国小。秋什么？都只有一个姓秋的，赶快告诉我们秋什么？秋于欢同学。我们来自非常遥远的这个团队，每次来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我们邀请整个团队快速来到台前接受颁奖。我们再靠中间一点，对，就跟你们上台一样，要找一个中心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排好队伍，展现最灿烂的笑容。我们恭喜金明国小荣获团体组第四名，团体组第三名，先不告诉你们。期待的，我们先颁发团体组最佳默契奖。哪一个队伍想要得到这个奖项？怎么都没有听到声音，哪一个队伍想要得到这个奖项？哦，最佳默契奖，金明国小。金明国小都还没有走到定位嘞，他又要再跑上台了。我们是故意整你们的，好，非常有精神，快步上台。我们邀请我们明星系的副主任李雅珍副主任为我们颁奖。小朋友放下你手臂，
边所有的事情，请好你的喉咙，要用最热烈的掌声跟最大声的尖叫，感谢我们所有团队的指导老师，好不好？我们感谢所有团队的指导老师。小朋友，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